appleman.shop.欢迎来到水果村新闻。我站在水果议会外面。今天是水果村的选举日，许多水果聚集在一起投票。投票已于早上7点开始，请在图书馆投票。我和草莓站在这里，他是我们的荷兰农民。投票非常重要。 它会影响我的农场。众所周知，食物来自农场，人们需要吃饭。你能详细说明为什么投票很重要吗？经济需要强劲，疲软的经济是疲软的农场，那么每个人餐桌上的食物就会减少。谢谢草莓。 水果村新闻会随时为您更新，感谢收看。你要投票给谁？我不能告诉你，离开，你让我生气。你怎么这么粗鲁的老头子？我只是想知道。 这很重要。在我报警之前走开。老人，你会告诉我的，是苹果人还是仙人球？我不能告诉你，离开，你让我生气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你们都应该保持安静。那个老人，他让我不舒服。事实并非如此，那不是真的。 你们俩保持安静，否则我会护送你离开大楼。我很抱歉，番石榴警察。你也说对不起，青椒。对不起，番石榴警察。好的，请投票并离开。 警察，一切看起来都不错。 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竞争。非常好。警察，电脑坏了，不好了，看，投票，仙人球赢了。不好了，太糟糕了，你能修好吗？我们必须迅速行动。福盆子，现在是几点？警察，12点了，投票已结束。 次离赢得了选举，49%次离，这一定是网络攻击。我将拜访哈密瓜法官，并将仙人球告上法庭。法官，我们认为我们的选举可能受到干扰，我们做什么？所有人中的你都应该知道，你是警察。 你需要学习，你应该调查一下。那你应该把你的证据给我，然后我将对选举结果做出最终决定。我很抱歉，哈密瓜法官。你可以调查一下，因此您需要在10天结束前进行调查，否则仙人掌将持续4年。准确地说。 这可能会发生，就算他出轨了，继续，祝你好运，你在浪费时间。